午安，大家午安。Hello，安哥在台湾哥，黄鱼，飞宝，午安。鸡尾巴午安，少卡午安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不行，这样一个人讲太干了，太尴尬了，不行。Hello，卡丘，天天，午安呢、啊？什么？我现在要来跟你们说，这、就是我的午餐。我妈妈昨天好像就去买了一个什么，反正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三明治，叫什么美德糕饼铺的三明治，听说很有名，然后是冰心什么的，然后对，我今天的午餐就是它。他说很有名，我是不知道，我等下来吃吃看。午安呐、啊，中午。你好，我好，中午好。我下次约会那个自我介绍词，我只花了大概3分钟想到。为什么总是这样？坐在很多美女旁边好呢。因为午餐吃什么？要吃这个。准备吃它，我要吃这，因为我不喜欢吃三明治，其实，就是，对，我来试试看。我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我真的不喜欢吃那个。刚刚在丽丽姐姐台，她说她想，我吗？跟她说等一下应该看得到，是吗？Hello，吉米周明晶，马可波罗，谢谢。谢谢，对，马可波罗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，啊哈哈。那个马可波，他说马可波罗，我现在没开嗓，上不去。谢谢明星这种青汁罐。浪费太忙，又忘记传讯息，没关系。Hello，柠檬，田中，坤坤，谢谢北极星送我来签到。什么？马可波罗三？你说等一下再念一次 rap 吗？可以啊。很想唱多一点，我之后有真的有唱比较多啦，真的有啦，也要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因为从那时候发现，哎，不行啊，我好像要找老师，就是去练那个唱歌，所以之后在录音前我都有找老师教我唱歌，所以之后真的有进步。真的找老师教我唱歌，真的有唱到比较多了，真的有啊哈哈，之后的部分，舞蹈教室影片，易云跳得很棒，我大拐到呢。那时候因为是一直要先走，所以没时间重录一个，然后结果我刚好就大拐，而且我还拐到就是手抬起来就直接拐大拐，然后回去的时候脚还很痛，这样拖着回去。
迪丽，我的粉丝都说很想听陈，我真的是，哎，我这样说，我有问歌唱老师说我是不是音痴，歌唱老师说不是啊，你音是准啊，只是很抖而已。我是就是很抖，谢谢人上新之冠，谢谢东的分享，谢谢孩子送的幸运四叶草。因为我那时候看不知道是谁，然后说我是音痴，反正就是有那个那叫什么 PTE 上面说我是音痴，然后我还问老师说我是音痴吗，他就说没有，音痴是音准对不上的人，你只是不会换气。我说哦，对，我游泳也不会换气。嗯，这是什么？那不就普通的洋芋片啊？不是洋芋片，三明治吗？可是音痴不是真的是音准对不上的人吗？Hello， 威祖，谢谢。这怎么念赖吗？赖他送的金话筒。Hello， 翠翠，谢谢风车的向日葵。技巧的，对啊，因为他就说你跳舞不用换气吗？我说。跳舞，我就很平稳的，我没有特别需要换气。他说：“对，你的换气全部，就是我这个人很不会换气。唱歌也是，游泳也是，讲话也是。我之前讲话被说都会停在很奇怪的地方哦，就像刚刚，他们都说我都会停在很奇怪的地方换气。”我不想吃了，它不好，不是说不好吃啊，就是不符合我胃口。这蛮特别的，就是冰心的感觉，可是不是我的菜。我先放回去，等我，因为它需要冰。等我一下。然后变出一杯饮料，这样。我最近也才发现，我想说为什么我唱歌会这样，然后结果发现我讲话也会这样。饮料符合口味吗？还可以，只是，就。我妈妈传来我的 IG 到求9000了，不好喝又是冰箱了，没关系，就放着吧。应该跟会不会换气没有关系，真的吗？我也是换气游泳卡在换气学了很久。可以啊，我可以游泳，可是换气就是不会，所以都只能游那样，就都只能游大概20公尺吧，因为我的气只够20公尺。马可波罗，等一下要唱难听怎么办？我等一下试试看。
先出去一下好啊。谢谢玉人的分享。对啊，有没有准备什么惊喜？什么惊喜计划？惊喜计划不是该一万的时候吗？要吃什么？没关系，我就不吃了。晚上再吃吧，现在没有很饿。但是我最近又要开减肥了，我来开个生血针好了。看到放在我旁边。午安啊，修哲，这样哦，当然。有什么？我又被念说，易云啊，你生血针很少人买。我说哦，就是护士灯。打不开，未开先开有吗？谢谢欢迎上的许愿瓶 ，Hello 草莓酱，收纸笔。你说我这张将贴签，然后你们截图这样。来喽，我从下面开始开好了。第一张，噔噔，啊，林杰。换什么布丁 BC？ 我刚以为后面会是研究生，就一翻出啊，林杰，耶！哈喽，破羊，厉害吧，厉害吧？好，先放着，再来看下一张，看下一张，一二三，耶！刘小青，是小青。耶、yeah ，是桐木，没错，是小青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青，闪亮闪亮。哦，不像。再来 ，Hello 叔叔，三二一，呀 ，Mina， 发现 Mina 这边手怎么红红的？突然，手怎么红了？再来，一二三，一真，声音有像吗 ？Yes， 一真。好，没了。咦，好开心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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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学个 Mina 啊 ，Mina 要讲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哆来咪 Mina。居然没有梦存，我很久没有猜到梦存了。谢谢花生神魔书送的布。61，开心开心，是在 diss 吗？哦，你说哪个 diss？ 为什么是双开 ？Mina， 在学的是 Mina 呢？不是啊，我的袋子哎，去哪啊？啊，在这里。Mina 有装有。Mina 今天跑步 ，Mina 今天生日。你说那个跑滚轮吗？很可爱呢。
很可爱，我想说他在跑什么，然后就下一秒出现那个跑滚轮，超可爱。只有一把、啊。一直都停在没对啊，运气比较好。米娜是原地跑步，一云跳啊？你说这张吗？对，没错，是一云。妈妈只是要帮我买一个而已。谢谢叔叔送的枫叶，上帝是公平的。没有，我在练，好不好？那时候谁？林姐吧，叫我说一起去练唱歌。哦，好，就去找老师练唱歌。可能不能看你直播。好的，没关系啊。Hello 思源，现在谢谢人行送的星之冠，噔，哎，我想没有啊，他也有。在用生血，对啊，我在包生血，我在包生血。一个一个来，我真的是，我以前包生血速度超快的，因为以前都几十张在用。全部当然不是啊，当然不一定啊，每一个人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啊。谢谢思源上的枫叶，有包的比豪哥什么？我还没有看过豪哥包身，不是啊，豪哥是一整包一整包包，我是一张一张包呢。你缺？不要，谁要把林姐让给你？生血是你们负责包？没有啊，这是我的。不是我们负责包的啦。能抽到大脸，嘿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发票。看到欧妹换掉，我很压抑。我那时候也有吓到。另外包装，因为不然会折到啊、沾到啊什么的。我这就是我的生血，然后沾到那个，那叫什么胶带。Hello 阿哲，说马可波罗是吧？嗯。嗯？怎么没有？让我看一下哦。等等，打开是有毒。我看看，第七期，我来看随机播放是谁。啊 ，Poker Fighter， 交到先拔掉，对，都漏给我林杰的。那好像不是漏掉的，是你没有抽到呢。有没有进步？可是我是那个那叫什么练一首歌可以的人，就是要专门去练，因为我就是天生就是比较不会唱歌，所以必须集中练那一首歌。
Jennifer 老师谁？什么意思？现在都你说谢谢谢谢你谢谢大家那个吗？有带听音器吗？啊，你说监听吗？有吗？都厉害，就很厉害。这首几乎都是嗡嗡在唱的吧 ？Hello 毛亮，主唱会带，然后像我是语助词担当，我就不用带哦。没有啦，唱多一点的时候会带，就是你的怕很多的时候就会有。语助词担当，对啊，我在那边，我炒热气氛的。跟你们讲什么叫语助词。你知道这个到大航海时代超难念的哦，真的超难念的哦，我们会唱成大海航时代，你们自己念一次，那叫什么，到大航海时代有没有，到达航海时代，超难的，不合，没有，这是陈琳老师的选择，真的，真的是陈琳老师的考量什么的，对，会变成到达海航时代，没有，大家都会念，超难念错，超难念的，我们五个人都会念错，你知道吗？超难念的，很难。没有，你要配旋律，它是哦，到达航海时代，很难耶，我们那时候一直卡在这，因为一直变大海航时，对对对，大航海时代就会变这样，到达海航时代就会变这样，没事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马可波罗想不出。大海航时代，在远方有什么？珍怪航海图带下在地球圆魔方，站在长轨上冥想。我就是比较简单，很卡。Money to see her， 马可波。而且我那时候是，那时候我在录马可波罗的时候，就是马可波罗这段哦。然后大家就是比如说闪闪在录的时候，老师会叫他丢出去一点，丢出去一点。然后我就是。念一次马可波哦 ，OK， 好，你看我这是专业的语助词担当，都一次就过了，因为每次都在喊这样，专业吧，大家都要被讲，丢出去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声音再高一点，再活泼一点，这样，然后我就是马可波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。谢谢阳光送的掌声鼓励，还有蓝色一元棒，陪你唱。哎，我副歌真的很难，我试试看。谢谢，华生说
个魔术少女人气会员选票。陪你吵，陪你闹，跨越过海洋，嘿嘿嘿嘿嘿。啦啦啦啦啦，一路到东方。啊，好难。啦啦啦。你的手拿着鹿晗，眼神里面有火药。我要来了，我要来了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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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火花在那望远镜上开。好烦哦！对啊，我剪的，我自己剪的啦。那就变这样了。谢阳光送的蜡。这很吸引人注意。我说谁在扒？谁在扒 ？Want me to see her? Want me to breathe her? 花花世界。剪坏了这次，没错。梦想与花园，陪你吵，陪你闹，跨越过海洋，嘿嘿嘿嘿嘿，到东方，啦啦啦啦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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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有个人风格，简派风格。这独角兽活在我们的探险记中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马可波。梦想音乐，嗯，我这首歌越听越好笑哎。一路到东方，啦啦啦啦啦。一路到东方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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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一路到东方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有没有专业语助词？抱歉，应征那边听说当天脚卡到狗，不然还在要转一圈的。站在舞台 super top， 我就是那 super。都闪烁，看着我，哆哆嗦，就习惯小题大做。唱得好漂亮。谢谢。这世界的枷锁，管它是谁们的期待，疲惫继续原地徘徊，别作对，设想梦也到黑白，世界当晴朗的乞丐，全被我无力的飘开，无可奈何 super。勾，那舞台有勾，谢谢阳光送的蓝色圆梦。空间震动 super 好，三三五台 super 好，我就是那 super。 哎，这好，我好喜欢这首歌。阿威闪闪，他的机械少女超可爱的。哎，不是，游戏 game， 超可爱的。别作对。好可爱啊。都没有，我只是在看歌词。无可奈何 super。 我们团的目前吗？马可波罗。小心转变，再次可以出击吧。怎么那么高？好像不是我唱啊。
头跟马可，我就是那 super， 感受我的 super power。Hello， 综合喵喵，我真的很喜欢 super、欸。谢谢综合喵喵送的布。还被剪精彩片段，没错，不小心被剪精彩片段。彼得，不小心引起了骚动，哈哈。我喜欢 Demi 太棒了。谁说你应该讨厌你自己？谁说他可以对你发怒气？舔舐伤口却又不关心自己，假装淡定却隐藏你的伤心。你不爱你自己哦，对。你加你狗主义，哎，我真的觉得我去台团那个叫什么台语都会被我念坏。属于仙女的彩虹 ，In the fairy temple， 我们拥有自由。哦，我喜欢默默。未公开试镜画面，真的假的？生命的莲花 ，Fairy fairy we all around the world。Let's party all night long. Get it.Hey fairy temple， 让你想起心存哲理，想念自己。木木觉得他很有趣，木木很可爱，小青也很喜欢木木，木木也很喜欢小青哦。那天听到。Fairy temple， 我们不再忧愁，属于仙女的彩虹。In the fairy temple， 我们不再自由。哦，唱错了。啥爆料？就他们两个都喜欢哦。谢谢。有啊，木木喜欢小青，小青喜欢木木。Let's party all night long. Let's get it, get it. Let's party all night long. 柔俊真的是滴滴耶。只记得这个梅花最熟是梦梦，对，萧晴的朋友是梦梦。继续吃。公开试镜画面，哎，真的有哎，我看看，木木，
新的。都是买家庭号，但是都我一个人吃。没有，我也只有这个买家庭号，其他家庭号不是我在吃。不，过后这是第二包。小包还买不到，什么喜乐？不是喜乐，是木木。是不是有人发现我脚拐到啊？嗯，我看看。是怎样？他们还是只有乌拉拉？不是啊，这是要按照以前的版本呢。又把脚拐到播出，不是我说练习室版本，练习室版本的脚拐到。不是，我正式播出的时候是劈腿起不来，然后练习室版本是脚大拐到，我是直接跌一下那种。练习室没有吗？我看，我昨天有看到他说。没事，有吗？我昨天有看到留言有一句，他们都看很仔细啊，这很丑，正歌这首歌不合哎，正式来的时候起不来，然后。练习室版本想说好，那我不要劈腿，然后就是脚拐到，而且还是大拐那种。
然后就这样放上来了，就放上来，就是这样放上来了。算了，他就是放上来了。对，那时候他说，因为我们不是到后面 stand by， 然后对面的人就想说为什么表情怪怪的，因为我真的在憋笑，我想说很蠢，太蠢了，真的是好了，没关系，鸟巢挥之不去，魔兽林马桶高密炮还你清醒梦卡位，每天被幸福叫醒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家乐士新谷脆，天然谷物，口感酥脆，真实果实，大颗吃得到，每一口都幸福。家乐士新谷，因为这次是最少错的一次吧，我是拐到啊，然后其他人我没有仔细看，我不知道。然后那时候是一针赶时间，所以这次就只能录最后一次，然后就没时间录其他首，就是没时间录再录更多次了，所以就只好放这次。我这包是在那个叫什么百货公司楼下会有的超市买的，星光三月楼下的超市。一路到东方 ，Yes you， 王木兵。陪你拿梦想与花园，我有看到网友留言说这组都168以上的感觉，谢谢谢谢。谁？哪些其他人？我们也比较水大，蛮像的。我眼睛盛开，没有什么都看这么仔细。嗯，谢阳哥送掌声鼓励，很香。有啊，联影也有被说很强啊。Mark， 我有就没看，喂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们那个高跟鞋吃高的要死，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颁奖，在公布第一名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看一下，哎，怎么大家都是平底鞋？我们那时候才发现。什么？大家怎么都是平底鞋？就我们高跟鞋，然后痛得要死。那消失了的独角兽，活在我们的探险记中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什么才不一样？
你说什么？哪里不一样？跟从前一样啊。我163而已，我163。就是偏矮啦，比较矮。163。我来看看，噔噔噔噔，有啊，有163，没有，我有163，全部几乎16，没有啦，我想一下。有几只163，然后其他我们最矮就163，然后高就是170几，我们最矮就163了。平均值差不多，没有，平均值应该更高，应该有167168，平均的话。对，林月跟我一样高，在 TP 很高啊，我在 TP 很高呢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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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花在那望远镜盛开。哦，好抖，算了。嘿，哦，梅花比较矮。对啊，对啊，全钻石的进去是。有身高限制，选战时要160以上。嗯 ，TP 很多啊，所以 TTP 比较矮，很可爱。上班时间的新庄区，哈哈台。料理方式百百种，怎么只用一种油？说姐妹的哦，好像是。都很高啊，几乎都165以上。新北市新庄区 ，Barbie 的恋爱城市，坐落于淡水河北港的新庄，自古便营商贸繁盛，而有千帆林立新庄港的美名。伴随着河沙堆积，频道改建环桥，新庄在历史的折页上沉积多时，但现在你可以漫步上新庄的台版清溪川。我在想我晚上要吃什么，我吃个饼干。台湾人的女生比较高，小蛙跟你差，小蛙159呢。Hello。分两个，一个是上新庄跟下新庄，新庄也会占南北，这里是南新庄啊，前上面是北新庄。我想说，你们竟然先介绍三重，怎么不先介绍新庄呢？好，再给你讲吧。这里是南新庄的话，会比较多那个，就治安比较没那么好，因为我家对面就有发生过那种凶杀命案，这样轻杀就在我家正对面。一回家就奇怪，家里怎么站一排记者，然后对着对面这样拍，还有那个之前那个水泥公司的也在这附近，这是下新庄的 style。北新庄的话就比较好一点，就是比较街道比较整齐，你看这边街道比较不整齐，你看我机车也没有停在停车格里面。这里是新庄哎，是北新庄，是负责一些跟台北有关的。对对对，他们离台北比较近，他们是。所以小汪看起来，对了。是另外一个国度哎。对啊，就是全部最矮，没有啦，选钻石，选钻石最矮163。住在恋爱城市新庄，不免对三重有些醋意。没错，我桌上都是零食。他不骑兵，就是步兵。台北可能装骑车的，这里小混混也很多，但是他们好像都不是步行为主。家都这么有情调，浪漫台三线，请务必珍惜。好烦哦！哈哈台真的很好笑，好吃的巧克力饼干，没错，吃播的感觉。没有，我的直播就是
我会讲话，但是我受不了，我一定要边吃边。新庄对他们来说是个怎么样的地方？正餐也是零食啊？没有，我可能吃个。叠香也没有很高啊。叠香不高啊。叠香不高。应该是说，不是我们学钻石是，就是，黑桃的人也很高大，可是他们没有身高限制，所以矮的会比较矮，然后高的会很高。然后我们是就是可能比较集中一点，因为一定要一六零以上，所以我们就163到170几这样子，比较平均。叠香一六差不多。全部吗？全部最高一定是那几个模特儿公司的啊。游信宇吗？还是陈艺珍？我不知道。夏娜，夏娜。难得遇到国家未来的栋梁，本台试着了解高中生最近流行看。我不知道，为什么要身高限制？选战时要有身高限制，其他团没有。Hi Logic。尬宅。八轮越高吗？16几吧。开始回想16几，平均最矮是哪？梅花呀，梅花都很可爱耶。曼荣也16几而已啊。不是，我说有走秀的。那些人一定比较高，有走秀的。小晴15几啊，158哦，还是15几？哦，姬信宇170几，他们两姐妹都170几。对，我还没有看过那个哎，前面。弟弟我在前面，对啊，尼克在里面看起来很高，重新回到团体里面的这位比较特，哎，我们这团他就问我说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真的，整首歌都他在唱，感觉。但看起来，对他没有那么高。我怕他才会出现一些不能播的话。对啊，都是大声音的人。他而且欧欧是不止唱歌哦，他连 rap 也出来哦，超厉害。我那时候在台下看到说，欧又来，欧也来，任鹏怎么也是欧在唱。新庄区没有，就是因为看到了，所以才把它关掉。我不知道了，我那时候真的吓到，连 rap 都是他。我说，欧又来了，这样。谢谢命送石头。
顶手。哇，其实我觉得哦，这个发型比较好看，就是直的发型比较好看。整首真的都是哦，认真都是哦。这首好像没有语助词。都认没有，真的这个真的，那时候第一次看到，想说哇，哦，怎么把整首歌都包了，超厉害。他高一上，嗯，换我一人的哦，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等我进入到那个，哦哦，把握机会去做出最好的事情。对，然后之前对，玉婷在测表演，然后有时候这么多很好的评价，所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没有，然后也对得起我们自己，也对得起鬼牌。昨天彩排，然后看到梦辰的画面，就觉得哦，我们两个好漂亮啊！就是我完之后，然后马上切姐姐，然后就突然有一种，哇，我是我们一起完成一个作品的感觉好酷哦。是吗？他昨天一直在车上，你怎么这么，你怎么这么胖啊，姐姐？想要收听林格，我独唱吗？可能会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没有，只要有一首适合我的歌就有了，不要太高那种就可以了。嘿，啊，还是想继续看哈哈台呢。我继续看好了，我真的很怕出现什么，因为刚刚就，我看看。我在想，我到底要怎么。我要吃什么？那个心灵，然后你说，我在想，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。为什么不让一生？什么啦？我很多了，我都是那个。我很多啊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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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哦哟。有三十五，哎呀，底下哦。我那时候还这样啊，那叫什么？谢谢阿米送的剪刀。哦哟。可爱，命中注定什么命中注定 ？Hello 乐，谢谢博婷的分享。那以前我刚学的时候不会走路啊，刚学完不能走路，别出院出二十几天都不能走路的啊。我刚出院的时候是拿那个四脚的慢慢走，刚刚一百公尺。先练个，没错，我先练个。有啦，我有在练呢、啊。进步很多、啊，一定在练。谢谢玉凤送的乐。采访到一半，孙女被蚊子叮到发疯，但贝贝却若无其事。先充电，手机要挂。好。我有在练，有，我真的有找唱歌老师练。什么？
黑生活有点烦恼，我觉得不适合。你说很平吗？我听听看。哦，看你有点烦恼，生活有点烦恼什么？看你有点烦恼，是不是想逃跑？逃离他们的咆哮，逃离城市的喧嚣。Cause I feel anxious for the things you make me do。连呼吸都没舒服。突然一唱不对劲，我也觉得不对劲。其实我要高一点点的。世界有太多欺骗，太多危险。我昨天唱两句。狂野却不能够展翅高飞。不会唱。谢谢田中送的心心相印。我看看有毒不回。有的不会第几期？第三期吗？哎，第四期。还是蛮可怖的，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，那边。哦。Follow 我的眼影，不再歇斯底里的哼。我主歌都不会唱，我要等副歌。直到底层飞快，就算现实动态。真的假的？大家都爱八八八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对，有毒。当时就欠我一个初恋，而你欠我一个道歉。你身上的毒，也、有毒不会变。突然没气。我一个初恋，而你欠我一个道歉。你身上的毒，也、有毒不。要夜吗？夜，谢谢阳光送蓝色远方。我要换气啊！我试试看，等一下我研究一下换气，等我一下。谢谢尬仔尬仔的 love。我想一下。我研究一下换气。当时就欠我一个初恋，而你欠我一个道歉。你身上的毒，有毒不会变。而你欠我一个道歉，你身上的毒。啊，我试试看。我有练，我是不是有进步？有吧？当世界欠我一个初恋，而你欠我一个道歉。你身上的毒太高了。当世界欠我一个初恋，而你欠我一个道歉。你身上的毒，有毒不会变。因为没有跟你讲，节目是剪哪里？节目是剪，就是第一次试音，然后因为我没有，我说我的音起太高了，因为我不会换气。
所以我那时候先唱整首整段副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唱整段 副歌，我会越唱越抖，因为我是真的换气比较差，就是吸气的比较差，所以就是就不太换气，所以那时候我是唱到很抖，然后节目组刚好剪那一个部分出来，做可能就有点效果比较好笑啦，对，就这样，所以我就哼，竟然剪这段，我后来还是有唱好啦，真的，我后来还是有唱，只是我真的是换气困难，剪一下好笑的节目才好看，对啊，没事啊。你们帮我平反一下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，因为这样比较好笑，对，现在常常送掌声的鼓励，而且因为我反正 我的唱歌是真的比较弱，真的比较弱了，所以就是没事没事，跟 Holly Rap 哦，唱的还要拍拍手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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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录音的时候我还没有去学唱歌，就是还没有很认真的学，就现在已经是学过了，又比较好一点点，因为那时候真的还比较差一点，对，没有，但是我生气的是有人说我是音痴没救了，真的哦，专业老师说我不是音痴哦不是音痴哦谢谢俊泉被闪闪一圈粉，谢谢谢谢俊泉，有啊 PTT 说的啊， PTT 有人说我没救，快点，我有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人在那边留言你们没有啦，之后练到是会唱歌，有啦，我真的有在练啊，我不会，好像就是那个 PTT 在下面有人骂我说是音痴没救了没有，我以前，你们听我以前的生日快乐歌吗？五音不全，妈的！谢也是唱一助词没有，哎 TTP 我有唱过现场，你们去快点， PTT 有人问说 AKB 不是都唱现场，我有唱现场，你们上次还说我唱得很稳，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那个 TTP 的歌都比较比较简，我觉得比较简单呢。露肩膀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的。我要怎么故意做那个？你知道我那时候这个一出来，然后我高中同学就截图说，然后就发现实动态说，他高中的时候衣服就穿不好了。然后另一个人留言说，背书包也背不好。就是那时候我想一下，我常常书包会背到一边掉下来，就是可能习惯问题还是肩膀长得不一样，就是一定会掉一边，我的衣服也会掉，外套也会掉一边，然后书包也会掉一边，这是我习惯习惯会掉一边，然后我高中同学就说没有啦，真的不要怪他，他从高中的时候就穿不好了，书包也背不好这样唱一
一段发连结平凡啊，唱什么？马可波罗吗？有，我还是有背过书包，因为这太轻了，所以就常常飘走。这样哦，没有啦，有啦，我书包是真的会，我是真的平常飘配的，在走路，这衣服都不穿好，那样走路。小时候，高中的时候，就永远只背一边这样。不是，而且我是从两边背的好好，然后自己就会自动滑落变一边。什么？我要用什么平板？马可波罗吗？我试试看。但是我现在比较想唱《金雀少女》。书包太滑，对。Hello， 长恩。听一个口令，做一个动作。多的想法不能有，看一个问题会一样答案，标准只能有一种。我拥有太多想象，哦那那那那那，相信有天能看到远方，但是我活在你心中的期望，是你曾经的梦想，有太多的期待。的音能拥抱自我，那内心的出口，自由挥霍，平凡啊，那是非对错 I'm not a robot girl， 也许偶尔会闯祸，勇敢去追求 Not a robot girl。 Oh the girl嗯，太高了、哦。不是谁、哦、我是后辈。有点太高了、哦。好了，我回去马可波罗。我试试看。怎么才唱刚好点到。I see you walking by， 你非常几丝汗。没事，我等后面。对不对？A whole new world 对着我展开，在远方。我声，他们说我的声线很适合。全怪航海图带下在地球远后方，站在掌柜上冥想。对啊，马可波，陪你吵，陪你闹，一路到东方，看我的手机什么梦想与幻想，太高了，哈哈哈，我来了，嘿嘿嘿嘿嘿，一路到东方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路到东方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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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眼神里面有火药，点燃了旧时代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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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火花在那望远镜盛开。尾音不对吗？哪里？站在长台上。久没跳，有啊，昨天一真有发一个那个三岁忘，直接忘记。Want me to be her？ 花花世界，因为我没气了。陪你吵，陪你闹，一路到东方，看我的手机什么梦想与花样。陪你吵，陪你闹，跨越过海洋，嘿嘿嘿嘿嘿，一路到东方。哎，真的会没气耶！一路到东方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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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他消失了的独角兽，我在我们的探险记中。有啊，
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马可波罗。完了，我就有唱那个。哎，我跑步很快耶，我跑步很快，而且我很会长跑。可是我不会唱歌的换气，我不知道哎。不是啊，算了，我还是唱有毒好了。跳舞会不会怎么不？我跳舞不会很喘，我跑步也不会，我运动都不会很喘，我只有唱歌会很喘。我看看，唱歌技巧，我觉得我还是唱。我不知道，我最常唱这首，可能这首会唱比较好。马可波罗真的是认真难，连那个谁，就是其他人都说很难唱，然后结果竟然就有三颗星，我们对那个星星都很不满意，很难欸。游泳我也不会换气耶。唱歌太用力也没有哦，子弹列车飞的就不像现实等待，声带闭合练合，不知道呢，应该说你，我不会游泳啊，我真的不会换气，我卡在换气。当世界欠我一个初恋，而你欠我一个道歉，你身上的毒也一夜有毒不会变。当世界欠，哎，真的会，我也会没气。你身上的毒也一夜有毒不会变。我就是混混到毕业的，没有，因为我就是闭气啊，二十公尺这样啊，对啊。列车飞快，却不像现实等待。鬼才看得到你睡，就是会发生问，没有啊，老师都说是对的。当时间欠我一个初恋，而你欠我一个道歉。你身上的毒也一夜有毒不会变。当时的欠我一个初恋，而你欠我一个道歉。你身上的毒也一夜有毒不会变。闭气二十公尺，对啊，闭气二十公尺，其实二十五公尺，可是老师是在起点看的，所以就混过去了。声带闭合。高音是假音呢，那时候练的时候是说假音，跑步可以，我跑步真的是长跑，也不是说长跑，就是那时候不知道体适能，然后800公尺，我是2分多钟就跑完了，然后是不累的，就很怪啊。我是认真觉得很怪，算了，我唱我的中文歌，我唱我的中文歌。嘿，我真的，对啊，长跑很强，主要是不会换气，什么，就是我运动真的不会喘。你说你身上的毒，你总伪装自己不同，你
从小的成长，对于爱情害怕。我一直在寻找我可以唱的歌耶。你看着我眼睛，你记着我声音。标准美吗？好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有可能哦。奇怪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。我每次都不知道心底到底什么音。也要奋力为你发光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。为什么两段不一样？在你的心底呀，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。奋力为你而发光，发光，发光。好，有吧？这首比较好了吧？我对于爱情害怕触碰，风起不怕风雨，别忘记还有我站在。哎，这首没有换气问题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也要奋力为你发光。你说上去唱歌吗？怪怪的呢。你总感到落寞沮丧，你总感到失望，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。我主歌真的有那种记词困难。你总伪装自己不懂，你总笑得逞强，对不怕风雨，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也要奋力为你。都不太好记，对啊，没有旋律，旋律很难欸。我还有什么歌是唱的比较能听的？还有什么歌唱的比较能听啊？刚刚是不是有人说想听标准美？我来看看啊，哈，他被我玩坏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回来 ，no， 这样好，整个要被我玩坏。嗯，看够了没？等等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怎么那么帅？什么？
我看一下第三期标准美。屁屁的歌就慢歌，没有慢歌，有时候拉很长也不会。现在其实很累，找我拍照，请你先在外面排队。哈利路亚，本身因为外表就要被他们给物化。一样啦啦啦，那那那，那个好像我不我不会短呼吸，好像是。哈利路亚，别怕别人心里当中的结点点，谁怎样那又怎样，谁怎样那又怎样。谁怎样？那怎样？哈利路亚啊啊啊啊！所以标标标标准清高，我知道你想要。打扮不是为了谁，去寻找自己的美。爱胖瘦高 ，In the mirror I smile,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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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ce， 去寻找自己的美。我想起来了。Boy， 标标标标长清高，我只想你想要哪里啊？打扮不是为了谁？哎，我唱这首歌，他们说你这首歌怎么唱的比全战时的歌还要好？有，我这首歌被夸奖过，比较擅长这种单字重复的。我很喜欢那个，那叫什么 ？Boy， 标标标标长清高。我真的，他们说，他们认真的说，我先唱开口说，然后再唱 Boy， 标标标，而且我只是无聊随便唱 Boy， 标标标标长清高。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这首唱的比较好？”说有吗？说对啊，你这首竟然唱的比开口说还要好。说哦，谢谢。Baby give it to me， 那那那那那，今天对我说个明白，我只想要那那那。Oh baby give it to me， 那那那那那 ，My life go like， 你好到我 AI。不行啊！呜啦啦！哎呦，我来等下嘞。呜，呜啦啦，呜。You know what you are， 在情的酒局下班，正面对决两好三坏，真心要把你淘汰。Oh no， no， 会不？我的爱不这么作怪，我不乖，那我怎么摇摆？对对对，让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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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谁跑得快 ，boring boring boring boring， 少对我装乖。趁着你不意外，哎，这首真的是。他们叫我压低唱，等一下我试试看我压低唱。我标标标标长清高，我知道你想要。完全不行，压低唱没事。我之前有一次录歌的时候，他们说你声音可以再低一点点吗？我说哦好。
其实还好，华庭的很高啊，华庭的很高。我唱歌是他们说很像儿歌啊，说就是不管哪一首歌唱起来都很像儿歌，但是你像朗浩的。我差不多要关了，等我唱完这首，等我唱完这首，听起来比较好，真的吗？对你宝贝，昨天今天，如果还能一直保持新鲜，就把意外画上句点。才勉强拒绝做一点区别，不是故意有话不说，你还想更多你的承诺，就算偶尔一脸孤我关系的主张，就单膝孤掌，克制过想你的念头，寂寞却一再爬上，默默看你挽着面孔，却拿你没办法。Hello handsome, I wanna make you mine。明明不想，明明还不明白。我才不懂你的不懂，怎么明显暗示你却是懂也不懂。I wanna fall in love， 我表情把我出卖。被你知道我的所有希望依旧被带上， Boy you will be mine。 没事，好了好了啊，你说 rap 吗？喝什么怎么那么事，我就说不想去美化。我的 rap 就是喝什么 hey很尬，自己一个人做。嘿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易云，好。这是我下次约会那天 rap， 我从很很久以前。反正我以前看梅花，我说啊，想去梅花，好可爱哦，这样。谢谢齐声先生掌声鼓励，他们最可爱，真的。还有去学换气，有啦，有在练了。负责呀，简单明了哦。谢谢一分另送的医用口罩。谢谢刘环周的分享，是环吗？圆环，不知道。好，我先念排名哦，念个排名。这样，第十名是田中，第九名是北极星，第八名是玉超，第七名是幽冥，不能是空白，第六名是黄鱼，第五名是蜜，第四名是阿米，第三名是综合喵喵。第二名是花生什么说，第一名是小琴同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几扣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选哦，谢谢选周送的枫叶，谢谢阳光送的 love，rap 等级差距对不对？啊，眉飞色舞，来到眉飞色舞的唱歌。对耶，我的眉飞色舞，怎么会忘记他呢？谢谢杨哥送掌声鼓励，谢谢选中送的向日葵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我是什么时候播呀？礼拜五吗？是吗？我看一下。在哪？唱得不错，唱啊！混合他的冲动，他的寂寞，不许从不计较结果。忘记怎么唱。里有一百万个有漏洞。礼拜五一点半。对，我现在要关了，大家。
礼拜五一点半还会再开，大家记得再来哦，拜拜。出来宝，我们就是要好笑才有 feel， 拜拜，拜，三二一，拜拜。配菜的白饭，拜拜。